下午好，在石壁温泉山庄吃完客家菜之后，美味的客家菜，来到附近2公里处的巧克力云庄。那这里要收门票，让我突然刷了一下，因为预算没有排入，一个人200元，200元可以抵消费。现在看到是花旗木，上次带团去阿里山的时候，有经过彰化二水那边的花旗木隧道，也是很漂亮的。那这里是苗栗的花旗木，这里也是很壮观的，漂亮。然后这个像城堡一样的，就是巧克力云庄。好，停车场的花旗木，以上。